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是2019年6月20号哈，FB 啊做直播的一个时间。那今天呢哈，要跟各位呢，分享三个主题哈。第一个叫做恐吓算命哈，第二个叫神桌的一个风水，第三个叫居家风水哈。那欢迎大家啊，8点准时收看《容易乱乱说》哈。哦，GS 哈，很好，恭喜你，第一个哈，你好，你好。昨天啊，我在算命，那其实呢，他这个啊，他一直被命理师恐吓，一直讲说啊，他女命啊，伤官，他是女命伤官，那一直在那边说他的什么呢？就一定是说他克夫啦。这一种婚姻不顺啊，那我其实一看呢，我就说是这样吗？但是我知道了，他上一个大运确实哈，他的一个运势真的很糟糕，他的一个运势确实很糟糕。那我就跟他讲了，其实来说的话哈，他的一个八字其实不算克夫了，也没有。也没有什么克夫了，他是这样子，他是庚，然后子丑，然后就说啊，因为他夫妻工作三官，所以说他会克夫，就用这种方式跟他讲，但实际上呢，并不是哈，实际上并不是，那我就跟他讲，就是说，其实啊，你这个八字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哈，那我当然有跟他讲，他在哪几年这个现象会特别明显。那一讲的时候，他就整个就说：“对，老师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”所以呢，他就很讶异，就是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说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呢，因为你在上一个大运，其实没有官。圆圆圆哈，你好哦。金城华哦，你好。我说你在上一个大运，其实你没有官，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克不到官。那来讲的话啊。当然，你的官出现的时候，流年官出现的时候，例如丙申啊、丁酉啊，那我就可以直接判断你这2年你的一个官运一定不好。就不管是工作或桃花一定都不好。他就说啊，他其实在上一个大运的时候啊，他就觉得他因为他的财运也消失了，他有够烂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，我就跟。就说你这个运程哦，其实基本上不算很好。但是呢，你在去年进入这个运程以后，第一个，你的一个财运它就回来了，所以你的财运不会算太差。第二个，你的官运出现了，那你在之前哦，要官没官，要财没财，刚好处于在一个人生的一个低潮。那在这2年来讲，官出来的时候，它又不是很好，官出来的时候它又不是很好，那。他就跟我讲，就说啊，他有一个在一起了。结果呢，就是在丙辛年的时候，他生病死掉了。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一直很担心他有克夫的一种情况。我说不是吧，那是本来就很差的一年，为什么？我就跟他讲，就是说啊，因为你的一个八字呢，丙辛一合。所以在这一年的时候，这个官运其实呢就完蛋了，他被合住了，他无法发挥作用。那结果呢，他在被克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那个就是一个他可能就要完蛋的时候。那我就跟他讲，大概4到8月这段时，对方就跟我讲说，对，没错，是在5月。那我就跟他讲，那个不是你去克他，而是他的一个命当中也要有这一个现象。我只能说，在那一段时间，你的官运确实是不怎么样，确实是不怎么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只能够这样子跟他讲而已。那可是呢，他去算命啊，很多都跟他讲做三官啊，你克夫啦，
然后呢去算紫微斗数了，说他又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呢全部呢就是说他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的运程不好，然后又说啊他的三观很重啊。我就说奇怪你的三观哪里重啊，应该照道理讲你是属于硬的人啊，我忘记这边是什么了，他应该是这样。我说你是土生金吧，所以你的硬很旺吧，你其实不聪明欸。我就说你不聪明欸，你是那一种很就是说人家讲的就是老老实实的人，很憨厚的人。他说对啊对啊对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说其实你不是三观人欸，可是为什么所有的命理师都把你冠上你是三观，就是因为你去问他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你直接跟他讲这个感情的问题，他全部都把你冠上三观，就是因为三观会客观，所以你的婚姻都不好，所以他用这一种话语去恐吓你，但实际上你并不是三观的人，而你在这一段时间丙申年出现的这一个婚姻的这个问题，是因为你的婚姻本身你八字没有官煞，结果这个官煞出来就反而呢是被克制住的，被克制住以后他被克的时候那就更惨、哦、各位你要记得、哦、流年被压抑、哦、流年被合他只要再被克会更惨，流年被合就表示他已经没有作用力了，再被克那就更惨、哦、这一点我要知道、哦、要去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呢他在那一年他就出现了这个状况哦，杨正宪、哦、你好，所以他的官运是被合，然后再找他被克的时间，那个就是他最惨的一个时间、哦、跟他本命一点关系都没有、哦、跟他本命的三观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他就说哎呀老师啊，那时候财运不好什么，到最后、哦、工作运也不顺啦、啊、那我就跑去要考公家机关，我说你考得上才有鬼啊，那他妈的没半个官你要考得上、啊、他还是笑一笑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，其实啊那个都过去了，因为你现在的运已经进来了，你该怎么做，重点就来了，你的运进来了你该怎么做。所以我跟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就突然就说老师真的是这样，我说对啊没有错啊、哦、真的是这样啊没有错，所以你不用太在意啊，你不要太在意，那之前的人是因为你说了什么事然后他跟你讲什么，可是实际上你并不是这样、哦、实际上你并不是这样、哦、邱一全你好、哦、他的这个状况呢，他就整个人啊讲话原本他是害怕的，没有经那个没有自信的老师啊，到最后老师真的是这样吗，他就很高兴就这样，我说对啊确实是这样，那你接下来你还有两年的大那个两柱大运，也就是说啊今年才算是第二年，还有19年，你要好好的去加油。各位很多人啊去给命理师算命的时候就是会落得这一种下场哦、他就会落得这一种下场，就是什么下场，因为你本身就已经不好了，然后你去再跟命理师讲的时候，你命理师不但不给你解惑，反而呢更落井下石，你知道吗，这个你用这种方式在批命的时候，你知道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吗、哦、我有一个学生、哦、他是马来西亚人，然后他在加拿大，他在加拿大读书，然后现在在那边工作，他长得非常漂亮，他长得很漂亮、哦嗯、然后呢他年轻的时候、哦、各位、哦、他已经45、46岁了，可是他看起来就很漂亮、哦啊、然后又看起来很年轻，可是他在年轻的时候、啊、他去算命、哦、他甚至去 学算命，他学八字，结果他的八字老师直接跟他讲，哎呀你这个女生、哦、八字、啊、
金水过旺，主什么淫荡嘛。破坏人家家里，他的老师直接给他这样批，你知道吗？害得他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是他最漂亮、最年轻的时候，不敢交男朋友啊。不敢交男朋友，然后就这样子，青春就这样子消失了。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：“哎，你这个八字不错啊，因为你的八字是财旺型的啊，财旺官也不错啊，官旺啊，你这是标准的旺夫八字啊。”哦，他一听到，哦，张丰源好，你好哈。他一听到，马上在荧幕前面哭啊，因为我不可能到加拿大去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就很想给他抱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不哭不哭不哭，对不对？人家又是美女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很抱歉，他远在加拿大，他就在那边就说：“老师，我很怕你哈，在说我的命是怎样。”我说：“你的命不会啊，你的命是财旺的啊，官旺的，这是一种标准的一种旺夫的命啊。”结果他就说，他就跟我说，以前的老师就是这样讲他，然后呢一直在他内心呢产生很大的一个阴影，害得他都不敢跟人家交往。那现在呢都快50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有机会啊，赶快，因为他现在大运官已经落掉了，要少一个官，我就说啊，有机会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啦，不然怎么办？把自己推销出去了，机会就上了。各位，你看一个拼命啊，搞到人家一个好的一个八字，结果呢，把人家批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一种情况。好多人都这样。不是啊，好多人都是这样，所以命理啊，很多人拿来做恐吓而已啊。可实际上，他在一个批命的一个，实际上却差很多，差很大。所以我会跟各位讲，就是说，在命理啊本身就有很多这种恐吓的一种命理师啊。那好的都不讲了，我都讲你烂的。那就是特别怎样？那烂的其实真的有到那么烂吗？也没有啦，也没有。那但是他知道你要去算命嘛，那你算命就是什么都不好，对不对？他不会跟你讲好的。他不会跟你讲好的，他也不会跟你讲说啊，他的一个命程是他的运程是怎样，也不讲，就。一直啊就是这样子打压打压再打压，所以来说我碰过很多这样子的，我碰过很多这样，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，你不要当这种命理师啊。当这种命理师当然啊你可以赚钱啊，我可以跟你说这是可以赚钱的，没有错，可是啊你赚的是一个你良心会安的钱啊。因为毕竟来讲，他会找你，就是啊，他会相信你讲的话。结果他相信你讲的话，你不但没有照实讲，反而你还落井下石的一种情况，你认为你会安心吗？这种命理师很多，这种命理师很多啊，甚至啊，我在有的时候我会外出去嘛，去外面教学，在火车站。我就会看到两人一组，一个就坐在那边，一个就在那边招客人，他们两个是一组的，就是说哎，先生要不要算命啊，这老师很准啊，怎样的，当然了，都不太想理他们，因为一看就知道那个就是出来练磨练的啦，出来磨练的，人都太年轻了，
哦，很年轻的，那他可以算出什么东西？当然算不出来嘛。那算不出来，他只能够什么磨练他的唬人技术而已嘛。很多都这样啊。所以说各位不要当这种命理师哈。啊，命理也不是这样用啊。我说真的，命理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每个八字都有一个缺点。那这个缺点我们要如何呢？去把它修正，然后发扬你的优点，那才是对的，而不是一直看着你的缺点。哦，你的缺点来说，那个是一定都有的。那你如何发挥你的优点？你的八字都一定有优点，但是你要怎么去发挥优点？优点发挥了，你的缺点自然就会下降。但是你只专注在你的缺点，你的优点无法发挥，那这个是一个，很多人啊，总是就是说，哎呀，人家讲我不好，不好就不好啊，你把你的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嘛，难道讲你不好的人他是个圣人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讲你不好的人他也不是个圣人啊，所以有什么好在意的？就把你的优点发挥。哦，各位了解到这一点，所以说第一个别当恐吓的算命，不要当恐吓的算命，最近我又碰到这一种，所以说只能咬口哈。算命不要看到女生有三观就给人家说人家婚姻不好克夫啦，妈的超没口德好不好？就这么简单啦，假如这样的话，我的学生妈标准的三观客观的，人家一婚到底的，她老公也没死啊。对不对？也没离婚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啊，不要讲到那个就直接就给人家断那一种的，那个来算命的人会吓死啊。好，第二个叫神桌风水哈，其实在风水里面啊，神桌啊，你家假如有神桌的话哈，它其实蛮重要的哦，因为在风水里面啊，有一句话哈，神明一安啊，吉凶加倍。各位，这句话“神明一安，吉凶加倍”。哎，你不要觉得这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最主要是啊，我们人哈还会到处跑来跑去，然后一下跑东，一下跑西，所以我们不太会固定在这个位置上。可是你知道，神像一安下去啊，那边是好位置，它就是24小时处在那里；那边是凶位啊，它就是24小时在那边，它不会动的。所以我们才会有讲这一句话，叫做神明一安，吉凶加倍。那我们要知道，神明他在风水里面他所占的影响力，我们先分内外，内外，外格局他占了大约60%，内格局大约占了40%。然后内格局呢，单单神明这一块就有60%的影响力，内格局，所以说神明来讲基本上就有24%左右的影响力。你不能够说他你不能说他很小哦，神明的影响力很大哦，这些神庙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神明的他的一个神桌的一个，应该说安神明的一些风水啊。第一个，神桌后面啊，神桌后啊，不要是楼梯啦，电梯。你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就代表了神明后面会动，那玄武会动，玄武会动，那怎样？那精神耗弱，漏财嘛，所以说以神明神桌来讲，这个状况呢会更明显。所以你假如后面啊，你的神桌后面假如是楼梯，那你就要怎样？神明
神桌，楼梯在后方，一尊神明坐在这里，还会打坐，对，他的香炉在这里，一根香，好，那神桌的后方，你这一边只要是电梯或楼梯的话，那你最好用一个木板把它隔起来，让它有一个空间，不要紧邻在一起，不要紧邻在一起。那这种状况的话，它是可以降低的，它是可以降低的，就是说用一个木板把它隔出来，那后面的空间，这边是楼梯啊，或者是电梯啊，那这样子它就不是直接粘在跟，就是说它不是直接粘在这个神桌的后方，你把它用一个东西把它隔住，它这样子来讲可以降低，它是可以降低的，好，第二点，神明的牌位跟祖先的牌位不太一样。神明呢要靠墙，祖先呢他不靠墙，他要留一些位置。祖先牌位不靠墙，他要留位置，神明的神像他是要靠墙，这两个不太一样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好，第三个，你家只要拜拜神明呢的一个数量，一三五要奇数，要奇数，但是不要太多了。其实一般来说，一尊三尊就差不多，拜到五尊，那太多了。神明的一个数量一三五尊，不要双数，双数属阴。好，再来四。假如他们是不同的神，有耶稣啦，有妈祖啦，有那个阿弥陀佛啦，基督教也有，道教也有，然后佛教也有。那假如是这样，跟你说不要放在一起，不同的宗教他就要分不同的桌子给他，宗教不同就要不同的桌子，不要全部摆在一起，然后全部都有了，这个。那再来呢？神像呢？它可以向前、向左、向右，它没有规定一定要怎么向。但是绝对不能向屋后，向前、向左、向右都好，但是不能向屋后。向屋后啊，它会加进，会逐渐败退。
那除了这几点以外，各位，你家的神明呢，你最好拿罗盘对着它。假设罗盘出现浮针，就是那个针啊会翘起来，像刺猬耳杆一样翘起来，你摆平了它是翘的，那就表示呢你的神桌是出问题的，你的神桌是出问题的，也就是说神明出问题，你要重新再安置，你要重新再安置。那神明呢还有很多禁忌啦，例如说神明的右边啊不要动。因为他虎边动，那神明会不安稳。那神桌呢也要注意啊，神桌你把那个水有没有，你要每天有奉茶的话，那个水饺是向外的。就是说神桌已经塌陷了，所以说那个水呢，你那个茶呢放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有点向外倾斜，水朝外的，那这样子就会漏财，这样会漏财。那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些小动作，就在神桌前面，给它压一些红纸，那神桌会高一点点。那你奉茶的时候，那个茶的水面就会向着神明这一边，那就会进财。神桌的茶你不要让它外泄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一些神明来说不要让它晒到太阳。神明晒太阳还可能没那么严重性，可是祖先牌位晒太阳严重性就很大。这几个他记得房间不要有神像哈。这个会影响你的桃花，影响你的财运。因为为什么神嘛他又不需要钱，对不对，他也不需要桃花所以你房间内尽量不要有跟宗教有关的事物吧。那再来呢，你的香炉呢，香炉只要满了，香炉呢其实也是代表财运哦。满的时候啊，各位你不要这样子哇满了那就拿个垃圾桶在旁边，然后就空就给它倒下去你就是把财全部都倒给人家那当然漏财吧，了不了解，这样子是漏财的这样是漏财的。那你要怎么做？你就是香炉拿起来，然后你拿一个汤匙把它用平就这样子摇起来倒着不要整个倒下去，所以说香炉不要倒那这样子就是把你的财运给它倒出去。
那当然啦、啊，神桌左右哈、哦，不要有什么电视机啦，哈、哦，妈，你以为神明会给你看电视是不是？你不要大家左右摆盘哦，用电视机哦，甚至哦，还给你一体成型的哦，神明在下面下方放电视机哦，说这样子哦啊，超棒的，这个都是很烂的哦，这是很烂的，这不要放哦。这样子的话，很容易哦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这个时候神明不是神明哦。你去扰乱他的时候，他会代表家中的人哦。你这样子做的话，反而家中的人会很容易生病哦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你不要傻不隆咚的哈、哦。我已经说过，神明一安哦，吉凶加倍哈、哦。有没有灵是其次哦，是那个形象在那一边，他就是24小时在遭受这些吉的凶的影响。他只要一发凶的时候都是会加倍的，就会比平常要严重的。所以你安神桌啊，有神明的时候你要特别去注意哦。要不要解？你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他来讲的话他是不会动的，所以这个人形象在这里的时候他所受的影响就会是怎样？加倍。那假如你把那个人形象呢，他开始发凶了，那用易经的方位来去区分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家中的、哦、看那个位置在哪里，那一个人就会发凶，甚至他很有可能是直接整个房子发凶，那就是住在里面的人几乎都要受影响、哦、所以神明来讲你不得不注意啊、哦、神明啊你不得不注意。所以啊，这十点啊、哦，这十点呢、啊，供各位参考。那你的神明有没有啊，影响到你家的风水？你拿个罗盘去看，只要浮针的话，你就知道出问题了。赶快把它瞧一瞧。好，所以说神像呢，我们先讲到这边。那、啊、再来啊，我们就讲居家的一些风水、哦、居家一些风水、哦、其实呢，第一个其实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客厅要亮、哦、有些家的客厅啊，就家采光不良，阳光照不进去，所以他只要不开灯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点像阴天那种感觉，因为阳光不好进入。那所以像这种客厅呢，其实基本上因为它的阳光会让气场比较活络，但是因为它的阳光光线不足的时候，气场没那么活络，会慢慢的、就是里面的气场活动力没那么强。所以来讲啊，像我之前哦，我说我跟我的那个同事讲，柳中斌你好啊，我跟我同事讲，说他把他妈妈八字给我看，我说你妈妈这种八字一定是忧郁症嘛，嗯，因为过寒的，太过寒冷的一个八字，癸水出生在子月，又在丑时出那个子月就已经够寒了。然后旁边又全部几乎都是金啊，这些人超级寒的一种八字。我就说你妈妈是不是晚上都不开灯？他就直接跟我讲说，对，没错，他不开灯的，可以说回去把灯给我打开。因为啊，他的客厅他都已经晚上都不开灯了，那个更暗哦，那个气场几乎啊就沉下去不太动了、哦、所以我叫他回去给我打开，让他亮。亮起来以后、哦、然后我再跟他讲、哦、你妈妈八字过寒，所以说呢你给他喝一些热汤，让他呢能够软一点。哎，过没多久他妈妈就跟他舅舅就出来了、哦、他说哎，确实有效。那其实呢、哦、从风水里面就会知道客厅要亮、我们常讲的明厅暗房，不是房间要很暗，是客厅要亮一点。要不要解？客厅要亮，所以
第一个，你家的客厅，哦，那第二个呢，叫做，啊，漏水。漏水呢，它一定必伴着漏财，它必伴着身体不佳，因为啊，你漏水的话，表示怎样？你家的湿气会比较潮湿。那我们人呢，在湿气比较重的地方的时候，身体湿气重的话，就容易啊产生一堆大问题。所以来讲，水龙头漏水，咚咚咚咚咚，哎，赶快把它修理好，不然你的钱也是咚咚咚咚咚一直在漏。然后呢，你家有壁癌。那壁癌啊，就是标准的，其实呢，潮湿了，哦，那赶快请人家来处理，你不要到最后啊，会变成是怎么见怪不怪哦。刚开始你还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不好，到最后你习惯了以后，啊，就完了，哦，你会觉得没有什么，结果你就这样子习惯之下，它开始产生对你不利的影响。身体不好啦，然后呢，钱财又出问题啦，哦，这一些的状况，啊，所以呢，只要有漏水，各位，这一块一定是跟漏财有关哦。那再来呢，地板会龟裂，地板会裂掉，嗯，像啊，我们现在都是瓷砖地板，那有的时候你会知道啊，瓷砖地板它原本在地上，它突然碰起来，然后整个就像爆开一样，它踩下去就整个裂掉嘛。那个我们一般叫膨供，就是里面的那个水管可能啊不知道是怎样，可能会漏水啊，还是怎样造成呢？哦，那个气啊一直往上冒。那这整个把那个地板呢，瓷砖都撑开了。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它一般都会影响到工作。当然呢，表示呢，一定它也伴随着一种潮湿，所以说身体也不好了。这一种的哦，你不要就放给他在那边哦，就叫人家来修就对了。哦，叫人家来修了。不要就是说啊，为省一点小钱，那他漏了更多钱。所以你要去看哈，这一些贫穷人的家里啊，你只要有去看的话，他其实啊，都伴随着什么脏乱啊、潮湿啊，不然就光线很差了。反正你去哦，那没有一个是好风水的条件嘛。啊，然后他又不想动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，那他就过得苦哈哈的，哦，所以。来讲啊，穷的人啊，可以说他自己本身也要负 50% 的责任，他就动一动把他家里的垃圾丢一丢啊，该用的用一用，就算啊房子啊不是顶好的，但是也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。所以来说，你看到一些社会很可怜的人啊，那社会局的去他家以后啊，妈的，可以说那简直快惨不忍睹，哦，家里乱糟的，哦，垃圾一堆啊，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哦，好，再来，你家的窗户啊，我们都讲啊，眼睛为灵魂之窗嘛，窗户。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？你家的窗户哦，比较容易会跟眼睛有关，所以窗户坏掉啊，眼疾啊，哦，有的时候啊，哦，拿个仙人掌放在窗户那边，我眼睛会出问题哦。有的时候会印证这样子哦，所以哦，不要在窗户哦，也是一样啊，哦，它代表眼睛，窗户坏了就修一修。不然眼睛很容易出问题，它跟人的眼睛会很像。
过来，门框，尤其是大门的，它是门面一加进气孔，所以啊，假如门框已经歪斜了，都变形了，门可能都不好关了，那就表示说啊，它那个进气已经不是很正常，门面嘛，我们讲的门面不正常嘛，所以它会比较容易跟家运，就整个家都会整个往下滑。哦，所以你家的大门你自己要特别注意。哦，那我有说过啊，大门是你打开可以这样正面直接进去，而不是打开还要这样侧着身子进去啊。那侧着身子进去就是说啊，一般的门没有那么小啦，可能啊你家的门框已经变形了，让你的门没办法整个开关了。好，所以各位哦，这几点你一定要注意。那其实啊，风水啦，阳宅来说啊，没有什么诀窍啊，风跟水嘛，你要如何让你的水，让你的风能够最旺，就是这样而已。让你的，我们都讲说啊，风水是要藏风纳聚，藏风聚气的一种情况。那你要怎么让你的同样的空间，因为你的房子就这么大，可以最纳最多的气？那当然呢，不需要的杂物就丢啊，断舍离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还拿着你国小一年级哇，那个我一年级的考试第一名。哎呦，你现在几岁了，还在那考试第一名，对不对？能丢了就丢了啦，那没有什么好回忆的。有很多东西可以丢了就丢，那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要把空间出来，空出来以后，可以装的容量就大啊，就像一样啊，我里面只要有很多东西的话，我是可以装多少水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最基本的。所以你去看那一些社会边缘人的家，要那种 社安人员去看的，那时候你都知道他的那种家里面都一大堆杂物，然后他们都觉得哦那个都是宝，可是实际上那一些其实都是要害他们的东西，可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总认为这是啊这个可以还是可以用嘛，对不对？就从外面就捡回来了，可是实际上他把家里堆得满满满的，那社工人员啊，有的时候一去的时候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清三天三夜才把它清光。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就是说，好的一个风水，第一个要干净，这个不用讲；第二个空间要广，空间你要能够让它的聚气能够多，所以呢，一些不需要的一些东西能丢了就丢，所以为什么每年你要大扫除一次，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就把它丢出去嘛，不要把它留着嘛。哎呀，这个是我的初恋情人给我的情书，对不对？你都结婚了，你他妈初恋情人了，对不对？老公看到了会不会吃醋啊？所以啊，有的时候可以丢了就丢了，能丢就丢，那。再来呢，你在你家里在走路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东碰西碰，一下子碰到手，一下子碰到脚？假如会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就表示你的动线安排得很差，那气场呢，它一定更容易被破坏。因为我们人会碰到的，那我问你，气场比我们更大，它是180公分见宽哦，我们才多高而已啊，它不是180公分的长宽高哦。那它在那边旋转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走路都会碰到了，那请问它会不会碰到？它一定也会碰到，而且它会更被破坏的更凶。它会被破坏的更凶，所以，地
第三个就是说，你在你家里在走的时候，会不会容易碰撞到？哦，会不会容易碰撞到？这一点是一个，就是你在你家啊，都不用担心哦，那都我脚我踩到什么东西哦，这一种的，所以呢，这一个也是你要考虑的。所以呢，这三点啊，它是一个很基本，干净，空间要大，动线，动线，要宽哦，不会碰撞到。这三点你做到了以后，其实呢，你的一个最基本的房子的，它会不会是旺宅，可能不一定，但是它最起码它不是一个会害你的房子。那你再来呢，这些你处理好了，你再来哦，说我要催财啦，这些才有功效。哦，时常啊，到人家家里，哇，一看到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好，就只有一个地方用的特别好，叫做财位。那结果家里乱七八糟的，你认为那个财位有多大的效果吗？而且会招我去看的，当然财运都不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财运都不怎么样啊，哦，所以很多都是这样子，他反而呢，舍本逐末去追求了那一些哇，很神奇，说要把哪里用一用，你的财运就会好。但是最基本的东西他都没有用。哎呦，你家都已经，你看这边都会漏水，都有壁癌了，叫人家赶快处理啦！人们在催财有屁用吗？没有嘛。所以很多基本的东西啊，你要处理好。最后才是呢，去利用风水上这一些哦，什么财位，这样才有效用。哦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呢都不管你家，然后呢就只想要一个财位用好，你就会忘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哦，因为呢，只要你家是乱的，有杂物的。杂物一堆的，就叫二黑五啊。所以啊，你只要没把你家用好啊，你跟一大堆二黑叫病星嘛，跟一大堆病呢在一起嘛，跟一大五黄叫鬼嘛，跟一大堆鬼处在一起，这个就是病啊，这个就是鬼啊，所以呢。你家乱，你家杂物多，你就是跟一大堆鬼、一大堆病在一起啊。我所看到的就这样啊，你就把那个用一用，那个用一用，这病你就扫掉了，哎，鬼也离你而去了。所以这个都是最基本的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但是很多人往往这一边都没有去处理，结果呢，只是在那边啊，要催财，要催财。哦，各位吹不起来啊。那这一边呢，它又出现一个问题。哎，八字的运呢，你的空间那么烂了啦，那你说你八字有运哦，也一直把你拉下来啦。哦，所以要记得，人呢是由八字跟空间两个因素所组成的。你八字没有运，你就把空间搞好嘛，最少也不会降分降的那么离谱吧。那你八字有运，你的空间乱七八糟的，你是会好到哪里去啦？那时常我都碰到这一种的。那老师啊，该怎么办？哦，怎么办？你把它打扫好，把它用整齐就好了啊，怎么办？不然这样子我也不能怎么办啊，能丢了就丢啊。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处理好风水的一种方式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变好风水，能丢了就丢啊，家里先空空间出来啊。然后呢，再把它用整齐，动线用好，然后光线再看一下，就这几个点，各位啊，它没有很困难啊。但是啊，因为我们人很懒啊，所以啊，时常都乱丢一通，所以这一个要你要有一个好风水，其实不会很难，不会很难，就是简单的啊，干净整齐啊。就是这个条件而已啊，明亮啊，就这样子而已。
哦，这三个条件你只要做好了，其实你再来催财，那个效率才会大哦，那效率才会大。不然哦，每次去人家家里看哦，哦，那个怎么调都没有用，因为它就跟一大堆病菌在一起，它就跟一大堆鬼在一起，那种家根本就没办法做调整。所以各位要自己知道，好的风水从基本做起。这些你做好了，基本上你的房子就60分了。哦，房子就60分了，你不要再想其他的，这样就60分了。所以啊，你不要啊，哦，你家哦东一件衣服西一件衣服的哦啊，不然呢，啊，就是啊哦一大堆哦报章杂志放在那里的，该收一收就收一收了哦，这样子对你家来讲会不会大富大贵？其次啊，最起码对健康它绝对是有帮助的。对健康是一定有帮助的哈，所以呢，今天呢就跟各位呢分享到这一边，好，那大家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，好，再会，拜拜。